1983年7月4日生于上海市，中国内地男歌手、音乐制作人。作为一名80后，不可否认胡彦斌的才华很出众，在娱乐圈论才华也不会有几个会有他出众，但是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他被淘汰了，但还是掩盖不住他的光辉。就如最近各大平台都爆红的你要的全拿走，许多粉丝都认为这是一首和郑爽分手后而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音乐，是他们在一起和分开后的写实，也看出了胡彦斌在与郑爽的感情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，也印证了一些话，心里有别人的人你永远留不住。当初郑爽也是看上他的才华，把胡彦斌一直都算是很低调，他也基本没有绯闻，所以忠实粉丝也很多，有什么事粉丝们也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他，他真的很好。1999年参加上海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，在中国赛区获得银奖，总决赛获得最高最具潜质大奖，受到日本音乐教父小室哲哉的赞赏，与不声音乐签下了合约，从此就爆红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他虽然在长相上不出众，可在才华上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。2000年以17岁的年龄推出个人首支单曲《玛丽莲梦露》，并配唱中国动漫电视剧《我为何狂》相关歌曲，凭借该片音乐大碟60万的销量，成为学生一族喜爱的歌手。2001年推出个人创作单曲《和尚》，歌曲小亮在台湾圈内流传。2002年7月4日正式推出个人第一张专辑《文武双全》，成为首位在内地、香港、台湾推出个人专辑的国内歌手，至2002年年底在内地市场中销量突破25万张。2010年7月21日加盟2010年度红牛不插电系列音乐会，并于9月3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体育馆举办不插电演唱会。2011年3月